Google 最新智慧型手机在印度上市，预估今年的出货量是上看200万只。那么触控面板是由界面来供应，在订单的挹注之下，展望第四季，界面表示部分手机客户进入了新旧机种交替期，旧机出货已经接近了尾声，但是台湾品牌客户持续追加订单，而且美系手机客户正值新机的铺货期，出货量持续放大，预期9到11月份出货都会维持在高档，第四季的营运表现不淡，10月份、11月份的营收渴望维持在10亿元以上。